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可以听到我说话吗？Hello，热热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嗨，给大家招财啦！热热又长胖了。大家知道今天要干嘛吗？我刚刚调了半天的光，太难了，就是特别难让大家既可以看到屏幕，然后又可以看到我，这是一件十分难的事情。我其实7点就已经开始在捯饬那个机位了，特别的不容易。热热，他想走了。你们说什么？他哪里变形了？没有，他是胖了。你看，热热，你看，给大家检查一下身体。热热最近是有一点胖。你们吃饭了没？我放热热去玩了啊，他要走了。哇，弹得好快。我觉得太难了，我现在好想去拿一个其他的机器来看你们的。稍等啊。你们可不可以等我一下啊？我一会儿多给你们直播几分钟，我去拿个 iPad。因为我现在看你们的评论很吃力，字太小了，等我一下哟，给你们炫耀一下我的小鞋，可爱吗？嘿嘿，我去拿 iPad 了啊，等我一下哦。我来了，让我研究一下。啊，太难了，真后悔自己没有好好的学习一下。还要下一个软件。你们是怎么看我的直播的呀？是微博上面还是下一个一直播？一直播，微博可以吗？好，等一下啊，我试一下，我先下载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小杯子，可爱吗？这上面全都是小猫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先给大家缓和一下气氛。大家应该知道今天的主题吧，所以先给大家打打预防针，一会儿不要被吓哭了哟。
我前几天插的花，不过它已经有一点蔫了。这个是蔷薇，已经蔫掉了。这个也是，这是马蹄莲，好看吗？哦，下好了，好累啊。我来搜索一下陈瑶。我看到我自己啦，好了，这样很好。好，哎，你们现在可以看的那，看得到整个屏幕吗？我竖屏你们就没办法看到电影了呀。啊，那我先竖屏吧，一会儿放电影的时候我再横过来。这样，这样要好一些吗？太难了，太难了，一点也不容易。你们这样是可以看清楚屏幕的，是麻烦啊。我以为横屏你们会看得更清楚呢。现在可以看清楚屏幕是吧？确定哦，不然一会儿的话都吓不到你们了，就只能吓到我自己了。可以看清楚哈。那我们现在开始了。为了营造一下恐怖的气氛，等我一下哟。Hello， 我回来了。你们看得清楚屏幕吗？这样，是吧？我也觉得这个睡衣很可爱，前几天才买的。行，那我们开始进入主题吧。我来调一下。
Sorry. Hello, 大家还在吗？太难了，太难了，我要疯了。大家不要着急哦。平时看来真的应该多玩一玩手机。哦，很热，很热。那我们直接来看吧，我不看片段了，我找不着了。我们来看那个杀人漫画吧，我听说还蛮好看的。其实这段时间我还看了挺多那个片子的，我前段时间那个我有看有一个恐怖片叫僵尸，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昆池岩，我本来是看到推荐上说挺恐怖的，结果我看了之后我拉着家人陪我一起看，因为就是听说很恐怖嘛，然后就想说大家一起看，结果我看完之后一点都不恐怖，我们全家人全都睡着了。而且画面特别的那个，特别的晃，对，一点也不恐怖，就是那个昆池岩，对吧？僵尸还不错，因为我看完之后，其实我没太看懂，然后我去看了一下评论，然后我发现他那个还挺多细节的，就是有好多。他们是真正的就是可能他们赶尸啊，然后包括招魂呐、啊，然后就有一些好像是易经上，不是易经，反正是什么学上面说的，我忘记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来看吧，说不下去了。我们来看那个杀人漫画吧，他们说好看。
怎么只有五分钟？太难了。一定可以的，给我一点时间。我快疯了。我在手机上看有啊，为什么这个电视上面会没有？哎，我觉得好奇怪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今天真的是在手机上看有的。哎，可以投屏哎，我看一下这下面有没有啊。有了有了有了，那我怎么看哦？好吧，嗯，我能看得到，你们能看到吗？可是我现在这投屏了，我就看不到你们的评论了，啊，我要疯了。嗯，好吧，好吧，放了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你说我要不要去征用一下我妈妈的手机？算了，我好像可以看到你们的消息。你们现在这样子可以看到屏幕哈？不行，啊！可以让我去再借个手机吗？我去了。回来了，嗯，等我一下哦，我再试一下哟，不要着急，好事多磨。嗯，嗯，可以的，等我一下啊。我怎么这么聪明？完了，哎呀，这下你们肯定都不害怕了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？那一会儿那个给你们看的时候，我把那个屏幕我用后置摄像头给你们看呀。你们现在这样看着是不是反的？
好了好了，我终于弄好了。小明，天冷要多穿点儿。层层衣服下，肌肤温润出汗，细菌快速滋长，威胁孩子健康。还好有它。全新舒肤佳12小时长效抑菌，让全家不怕细菌，安心过冬。太难了，对不起你们。我下次一定提前试一下。主要是今天我没有想到弄机器弄了那么久。然后就没有时间试。我调一下屏幕啊，我看到你们这样好像看不太清楚。那这个这样，就是这样能看得清哈。形体之美来源于运动，健康之美。我会挡住你们吗？开始咯，开始了，现在才进入主题，你们把刚刚的都忘了吧？我觉得我已经崩了，你们肯定觉得我很搞笑。开始了，其实我在屏幕里也可以看到，不然我跟你们一起在屏幕里看好了。好吓人呐，这个声音。哎，奇怪啊，怎么看不到你们的那个。我挡住你们了，要不要蹲到下面？我在这里吧，你们还看得到我吗？好了好了，是哦，那我给你们后置吧，那我们一起安静的看电影好吗？看完我们再聊。这样都吓不到你们了，就把我吓到了。我们看电影了啊，我切换后置咯。又把我难住了。答应我，大家不可以走哦。切换在哪？
不行，等一下再播。让我用火眼金睛看一看。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有人帮我吗？在线等。怎么切换摄像头？不要仅仅只是无情的嘲笑好吗？切换摄像头在哪里？我要疯了！谁给我戴了个口罩？是让我闭嘴吗？好的，等我切换了摄像头，我就闭嘴。啊，我说我怎么看不到？我被那个一圈圈的那个点赞的那个挡住了视线。嗯，我找到了。咦？我是应该按镜像还是反转啊？镜像是什么意思？这样你们看这个屏幕是不是就好一点？这样是不是就对了？对对对，这样对了。啊，这太难了。哦，哎，这个镜像看得我头好晕。应该这样。又给我戴口罩，那我应该躲到哪里去呢？我应该在哪里 ？OK， 就这样吧。好了好了，恐怖的画面要来了。这什么？这是漫画还是真的？哦，这是一个啊，尸体，那个法医。天哪！漫画被发过来了。他也在看漫画，他看到他自己。
这是什么？怎么有广告？为什么呀？在关键的时候来广告？哼！原谅一下，我妈咪不是 VIP。为什么要杀这个人？哦，原来当时那个警察发现的是这个呀。都是他计划杀的人，然后把他写成画成了漫画。好可怕，那他杀了好多人啊。真的有鬼吗？对啊，那个，他为什么要自首？我没看懂。是他杀的，所以没有鬼，他误杀的。
谁抓住了他？有鬼！Oh my god. 我没懂。为什么这个女的没事？啥意思？看完了。是说这个女的在杀了那个女孩之后，然后她就真的通灵了，那些冤魂会给她讲故事，然后呢他会帮着这些冤魂去复仇，然后再把他们复仇的故事画下来。主要是那两个警察呢，我就有点没有看懂，你们看懂吗？那两个警察呢是什么意思？ Hello， 大家有看懂的吗？我觉得其他的都懂了，但是你看，如果那个鬼控制住了那个长得好看的警察，那为什么最后那个鬼没有让那个警察开枪，而是让另外一个警察擦枪走火？是好难，好吧，一会儿去看一下解析。我们聊天吧。哎呀，我要活动一下。肉肉已经睡着了，肉肉在这儿呢。哎，在这儿，他已经睡着了。我把镜像关掉。哎，好了。你们困不困呀？这次直播时间开得挺长的。我一般现在几点？
现在十点，我一般11:30左右睡。这个电影还反正还蛮难懂的，最后一会儿要看一下。你们最近也是要注意保护自己啊，尽量少出门，做好防护。我好像胖了6斤，我现在有90斤了，看着有感觉我变胖吗？有吗？嘿呀，这个好可爱。过完年肯定就会瘦啦。今天直播是不是跟你们开的蛮久的？嗯，你看我的发这个可爱吗？大家可以多看一看电影，在家，然后培养培养爱好。还有3月3号，记得追《无心三》的哦。咦，你们看完预告之后觉得怎么样？好看吗？期待吗？我也演了女生呀。快了快了，再过几天就可以追了。今天几号？今天27号。现在几月了？2月。1、2、30天，3、3，还有6天。还有6天就可以看了。你们看电影看得累不累呀？害不害怕？晚上不会做噩梦吧？哦，对，这个月只有29天，那还有5天，还有5天，哈哈哈。好啦好啦，就不打扰你们啦，今天占用了你们2个小时的时间，你们要早点睡觉了。再给你们看一眼肉肉。他已经在呼呼大睡了。肉肉。肉肉。好吧，那就不打扰他的美梦了。安娜，你们也早点睡哦。希望这个电影没有吓到你们。还好啦，我觉得还行，看的时候觉得挺恐怖的，现在觉得一般般吧。晚安哦，晚安，好梦。拜拜，记得追剧哦，3月3号记得追《无心三》哦。